二胡是中国古典民族乐器之一，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二胡是我国独具魅力的拉弦乐器，它既是以表现深沉悲戚的内容，也能抒发气势壮观的意境，情感表现力极高。您可能见过街头巷尾抱着二胡为歌舞伴奏的老大爷，但您肯定不知道，在我们这来弦还有一位追求正统二胡艺术传承的杰出年轻二胡演奏家，他便是刘洪峰。二胡艺术作为根植于我国民族文化土壤中的乐院之花，无不时刻吸收着民族文化这块肥沃土地的养料，并茁壮成长。 二胡两条弦上流淌出来的是一种静态自然美，倾注了丰富的内涵。本期《活力满堂彩》，让我们共同欣赏由镇来二胡演奏者刘洪峰演奏的《战马奔腾》。 激情荷香大美镇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家在镇来》。刘洪峰是我县一名杰出的二胡演奏者。 年仅39岁的他便已经超越了许多年长者，成为白城地区屈指可数的优秀二胡演奏师。刘洪峰年幼时受其父亲的熏陶，对二胡产生了浓烈的好奇心。长大成人之后，他决心潜心学习钻研二胡。 在国家一级作曲家牛志德老师的指导引领下，初入二胡艺术之门。从此，刘洪峰便与二胡结下了不解之缘。 无论作为哪种乐器，艺术的高峰是无止境的。 二胡的演奏技巧丰富多彩，时代的进步使人们对二胡的表现力不断提高，范围不断扩大，从而形成了二胡演奏风格的多种技巧，主要有揉弦、滑音、装饰音、弓筏等。通过这些风格来达到其演奏韵味十足的效果，这也是二胡演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您能给我们讲一讲您是如何喜欢上二胡的吗？好的，据我娘就是和我讲嘛，就是我从小在娘胎里面就是听着二胡长大的，因为家出生在农村嘛，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因为我79年的，那时候家庭里面也没有电视，可能好一点的家庭里面才有收音机，然后。 那个时候就是我父亲经常是拿来解闷儿，然后我出生以后也就是听着二胡，有时候看他拉就是好奇心嘛，好奇那两条弦就能演奏出那么多音符，然后呢也不敢碰，因为是宝贝嘛，他的宝贝，然后就父亲出门的时候，就偷偷在弦上摘下来，然后把弦弄一弄，那边上学的时候也没怎么拉，反正就是也是一时喜欢。 是好奇，从好奇发展到就是喜欢，感觉有意思。在刘洪峰的学艺道路上，他逐渐熟悉了许多传授给他二胡技艺的老师。他不仅天资聪颖，对声音敏感度极强，而且善于钻研，不耻下问。老师们都非常愿意给这位勤奋肯学的学生讲解。在此期间，他还在通渝剧团担任二胡演奏员。 当时的演奏水平就已经让很多同龄人望尘莫及。剧团中举办各类活动时，他常常身兼数任，二胡、板胡、京胡样样不在话下，使得老师们都倍感骄傲。2002年，刘洪峰进入吉林省艺术学院分校再次深造。我这手里呢，现在就是有这么几种，拉弦类的乐器，就是我们所说的二胡嘛，像这种呢，
我们叫板胡，啊，这种呢乐器呢一般比较高亢，经常用来这个戏曲的伴奏啊，还有一些秦腔啊，还有河南坠胡之类的，都是属于这种板胡。独奏呢近些年才有，不是很多。然后比较常应用呢就是这种，就是我们所说就是正常的二胡。它属于一种筝音类的，我们也是比较最常应用到的这个二胡。然后这种就是比二胡稍大一点，这个我们现在称为叫二全琴。为什么叫二全琴呢？其实也算是为了纪念这个阿炳，花进军先生，就是说把他这首曲子更发扬光大，然后就是。通过为了表现他这首曲子，而特定的造了这么一把琴，就叫二泉琴。2005年后，他开始在外背琴访师，一面打工，一面习琴，期间还接受了一些民族色彩浓郁的音乐及个性鲜明的演奏者。或许正是由于这一段漂泊的经历，才赋予了他超乎于同龄人的阅历，而这种阅历又被他化为弦音演奏出来。他演奏的曲子或高亢，或低沉，或疾风骤雨，或峰回路转，都似乎饱含故事。他遵循中华民族宝贵的审美传统，艺术表演不过分写实，重神韵，重意趣，崇尚自然美。他的艺术风格与我们看到的刘洪峰本人截然不同。他本人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低调深沉、谦和内敛，而他拉奏的作品却大气磅礴、呼之欲出。无论情绪郁郁寡欢，还是释然畅快，他都喜欢将语言化为音符，将呐喊融进旋律。或许这就是人与乐器的完美融合。对您来讲，二胡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对我来讲的话，现在的到现在的时候呢，它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差不多就是这样。而且在我眼里面，就是说它也是乐器之王，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因为，我们学了这么多年呢，我发现它这个乐器有很多，就是说其他乐器所做不到的东西。你比如说二胡的压弦，它就不像提琴，提琴嘛，它有指板，那二胡没有。而且它难学性也是比较高。然后我说它表达能力也是不，其他的乐器就是不能比的。啊，它表现悲壮的东西，它的那种压柔是很悲壮，很悲壮的。然后表现一些非常奔放的曲子，你比如说蒙族啊，或者是一些其他民族的乐器，就是豪迈的曲子，也是很有劲力的。感觉也非常好的。2008年，刘洪峰回到家乡，在真来县少年宫开设二胡培训班，以教授正规演奏方法为理念进行授课，努力改变人们认为二胡只是街头艺术的主观印象，同时希望二胡这门传统艺术能够被更多人熟知和认可。来到培训班学习二胡的学员都要经过他的听力测试方可学习。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观察，悟性差的学员也会被他劝退。在他看来，对中华传统艺术的传承远比盈利目的更为重要。正是这份固执与严苛，使得许多真正热爱二胡的学员在他的教授下成为了优秀的二胡传承者。同时，他还在网上注册了名为"朕来洪峰二胡"的账号，上传了许多个人演奏作品，颇受好评。2009年，他加入了中国音乐学院二胡学会，成为学会会员。2012年，再次回到通余团，任通余县剧团板胡、二胡演奏员。您从事二胡教学多少年了？有怎样的责任感跟使命感在里呢？我从事教学差不多10年，10年。其实我的本意呢，就是传承这门艺术，
改变人们对它的看法。在我们中国人内心深处一直认为这种乐器是用来街头乞讨啊，然后是老年人用来娱乐的一种乐器，而不是一种事业，而也不是一种骄傲。就是说我想通过我的力量，就是说把这件乐器传承下去，让更多的孩子能得到正规的操作二胡手法的这些训练，演奏方法这些东西。然后以我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我也希望就是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这个学习二胡的这个队伍，把这个乐器传承下去。在刘洪峰拉奏的二泉映月等经典曲目中，运用的长音富有内在的动力感，而顿挫弓的运用又表现出欲言又止，感慨不尽。音乐的韵味和感情的内涵也更加生动。他拉奏的蒙古族音乐中宽厚连贯、铿锵有力的功法，将优美的音乐旋律更加鲜明地将乐曲的风格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使我们仿佛置身于骏马奔驰的辽阔草原上。俊美的家乡景色和丰富的社会见闻赋予了刘洪峰许多灵感，加之他炉火纯青的演奏技法，使得他的作品有温度、有高度。多年来，他多次参加省市乃至全国各类活动进行二胡演奏，收获了许多荣誉和掌声，成为了当之无愧的镇赖的骄傲。在我国这片土地上，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物古迹的同时，又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音乐遗产。如何去接纳、延续、发展好二胡这一宝贵的音乐遗产，不仅是二胡爱好者的使命，也是我们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使命。刘洪峰作为二胡艺术传承者之一，始终尊重并坚守着最传统、最正宗，也最贴近民间生活的拉奏方式。他认为，任何艺术的发展都应该扎根土壤，不忘初心。同时，他相信只要进一步的保持和发扬中国二胡的个性之美与独特气质，同时勇于吸收借鉴世界音乐艺术的宝贵财富，尊重传统，大胆创新，二胡这支独具魅力的民族乐院之花必将更加灿烂。对于这位年轻的二胡演奏者而言，人生的华彩乐章才刚刚开始，未来的路还很长，让我们共同祝愿他的艺术之花常开不败，希望他能够早日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大家。
好了，观众朋友，我们这一期的家在镇来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下一期同一时间再会。